快点！继续，不要偷懒。快吃，不要停，要吃得胖胖的，倒是装进罐头才好看嘛。很快，鹰威牌罐头就要面世了，家族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。不知道园长和乐园里面的仓鼠现在怎么样了？卑鄙的鹰威牌公司，要是敢动仓鼠们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们。哈皮蛋，你在干什么？园长不在，我们要靠自己修理好坚果机器人。仓鼠乐园正面临重大的危机，我们一定要拯救仓鼠乐园。对，之前我们准备不足，一时大意才会被打败的。我们只要准备充足，一定可以反败为胜的。好，我们一起努力，反攻鹰威牌公司。加油！你们说鹰威牌公司会把仓鼠们怎么样呢？但愿他们没事就好了。依我说，一定是做成仓鼠罐头了。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，剧中没有喜悦。胖子，你可不可以说点好听的呀？我们一定要救出仓鼠同伴们，赶走鹰威牌公司。其实我早就知道，在这个生死关头，坚果机器人战队就会横空杀出，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世纪大决战就要开始了。爸爸，爷爷，爸爸的爷爷，我今天终于可以做仓鼠罐头了。开动机器！你们马上就要被做成仓鼠罐头了，很快就能感受到被困在罐头里的痛苦。弟弟收手吧，帮鹰威牌公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仓鼠罐头诞生了。园长，坚持住，小不蛋，看你了。孩子们有别了。大家快往这边跑啊！不用怕他的攻击，只是西瓜子而已。快去抓住那些仓鼠！我们会接住你们的。你们休想逃！快跳啊！
必将战胜邪恶，我们一定会保护仓鼠乐园。哼，咱们走着瞧。看到大家都平安无事，实在太好了。大家快看，老鹰机器人好像动起来了。受死吧，仓鼠们！我让你们永远消失在这片土地上。你们先带他们到安全的地方，老鹰由我来对付。哥，让我来。嘿，嘿，呵，艳丽探。这种雕虫小技就想打倒阴威号，开动涡轮发动机。怎么会这样？真是不堪一击。真差劲儿。还是本公主出马吧。公主彩虹记。还是本公主的夏威夷果机器人厉害吧。神鹰摆尾。还是让我来收拾鹰威号吧。开心果机器人出击，发射粒子死光炮。是。这样就想打中我，不可能。尝尝我的厉害吧。开心哈皮蛋。哈皮蛋应该没事了。没事，伙伴们，我们终于赢了。为什么都打败不了他呢？我的极限鹰是刀枪不入的，这次看你们往哪儿逃。怎么办呢？刀枪不入。我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。核桃防护罩。你们都要靠我保护。还是我的核桃机器人厉害吧。要撑不住了。快逃啊。捉住他们。大家快逃啊。开往永远的火车出发了。
红映照着最不幸的快乐。